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于。昨天一个网友告诉老于，本环公路旁边的一条小河里，那水老适合咱们洗澡了，咱们去看看。啊，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老于又跟两位朋友一起来到东营房的一个能洗澡的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司机。小李子，这是我的条友，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本一是烟中游侠刘大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刘哥，大家好，刘哥的作品在快手和抖音上非常的多，到北极旅游复刻，今天让刘哥领着我们一起玩耍啊。那水的颜色真不错，绿洋洋的。跟九寨的感觉差不多哈、啊。鱼了，小朋友。啊？啊？也有。真的假的？啊？真有小鱼啊？真有。有没有虾？有。虾。有。都扑过来了。还有虾。这地方挺好，孩子们在这里嬉笑打闹，还能洗澡，还能防暑降温。哎呀，玩的真开心，抓了很多小鱼啊。小李的这套准备好了，一会儿给我们上演高空跳水啊！旋网啊！这小李的，随时把网就带来。能不能有点收获？咱中午吃炖鱼啊！这种旋网比我们以前先进多了，这是新式武器啊！原来旋网没有这种圆盘啊！哎呀，小样，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啊！刚才这一网，好像漓江专业打鱼的，啥也没有，这能有？能看出来啥也没有啊？一网啥也没有啊，看看第二网怎么样。这网撒的是挺像样啊，挺圆。那就这么绕吧。我去，爽不爽？爬多少？立个底儿，你不见他够着底儿，你看看。够着没？没踩着底儿。你看你这都没够着，在两米了差不多。两米多哈。两米四多不少。目测两米多，还没够着底儿啊。小李子决定给我们来个潜泳，看看啊。哎呀，这一口气儿走了很远呢。这叫树莓，土话叫蒲葵，尝尝，熟了是不，刘哥？嗯，哎呀，好酸呐，过劲儿了。这树枝多，这还得跋山涉水的到这个地儿来，你看。好，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有喜欢。老鱼的关注老鱼，有喜欢快手的，快手关注QQ游侠，再次感谢我们的司机。
小李子，带我们游山玩水。好了，各位朋友们，再见。